今天我们的职业是传教师，这个内鬼呢，他可以招募一个叛徒，但是和内鬼阵营是不互认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就没有其他技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大门给关上啊，准备招募一下，招募一下木吧。招募的动画就是砍到盾上，并不是他有盾了。那现在他的视角就变成了叛徒了。我给他暗示一下我队友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，人多的情况下，他有可能不知道是谁招募的啊？他怎么还不走呢？好，报告了。那下一轮呢，我们给他暗示一下我的队友啊。好，队友的职业出来了，有一个肢解者，最后一个100%是坏毒，那必须有的。北山说烟民倒在食堂的右边门，陈还说他又和史蒂夫是恋子，你练不了一点啊，等会给你背刺了啊。我说我和陈还史蒂夫木在管理，史蒂夫说我吃醋了啊。你理解错了，实际上我没说是他给你背刺了，我说我给你俩背刺了，这好理解吧。哎呀，好，趁着大门关了呢，给木暗示一下啾，他也是我队友。哎，木看清楚了，接下来遇到北山和啾，你就赶快跑吧，他俩是看不到叛徒的。好了，给叛徒只能交代这里了。那现在我们准备出刀吧，跟北山去右边看看。啊，这么多人呢，那还是去左边吧。啊，关灯了，我们下去看看吧。怎么监控突然亮了？这边还有个陆离。啊，这么快就报告了？我还没出手呢。史蒂夫和木。啊，木尼怎么被刀了啊？好家伙，白费了，我还贴心的告诉他队友是谁呢，那前脚刚走呢，后脚就被刀了，有点难受啊。明记说是当左边一个，这月说他看了一下监控，问北山在哪。哎，刚刚应该把周学给刀了。北山说进医务室了，看到有人跳管。周学问有没有法官，如果再读一下北山，那坏了，北山没了，他是不是把木给刀了。周学说积水在食堂，北山居然敢报医务室，木尼能让警长去试试名记。好了，弃票吧。这波队友把叛徒给刀了，然后自己被法官审判了，这怎么看都不划算呀，怎么搞的啊？修下灯吧。好，有人进来了，直接关门，好像是奏雪。那等会就把他给刀了吧，反正周围没有其他人啊。他要出去。好，等一下，两秒，一秒。哎呀，怎么差一秒呢？谁 CD 快了一秒呀？不会是紧张卡在这个点上吧。莫玲珑说两人自杀，杨奈说莫玲珑金水，那是警长吗？莫玲珑说警长执法了东玄，然后东玄执法了他。好家伙，咋俩警长呢？咱还说失忆变了警长了啊，那可能吧，无端没了俩警长，那周雪还是没有倒掉呀，没有警长了。哦，看到陈安了，能不能追上？好家伙，又报告了。哎，不是我这把一刀都出不了吗？什么情况？看来就是肢解了，北山是坏如走的。才问我刚刚谁在管理，问我记不记得，我知道也不会说的，我说我刚刚一个人去修的店，没去管理。明记说陈安看到他了，陈安要出咒学，陆离他要点一手陈安。啊，点了以后人没了，陆离是法官啊。陈安要出揪，法官给金水了怎么办呢？继续看看，咒学说他要出明记，揪也说要出明记，咒学为什么怀疑明记了？那我肯定要出明记啊。陆离没了，正好六人平票了，只要平票就有机会。哎，我们双刀就行了。好，有机会，不知道豺狼还在不在场了。哎，管他在不在场，双刀就完事了。啊，破坏了反应堆，杨代是准备拍灯吗？啊，我贴着他呀 ，CD 好就直接刀了。好，他也去反应堆了啊，我来刀他吧，揪你去里面刀一个。好，直接出刀，我先躲起来了。啊，结束了，豺狼呢？这局没有豺狼呀，我看一下。一个警察局长，三个警长，这么多吗？史蒂夫开局是豺狼呀，被陈安给招募成了警长。东玄和烟花是一个警长，一个失忆者。哎，这局就出了一刀啊，只此一刀是吧？那好在关键的时候没有掉链子。